发现了一瓶超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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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厉害的四重抗老霜，就是我手上的这一瓶。据说呢，它的修复功能超强哦，可以让非常脆弱的肌肤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恢复成健康的肌肤。这一瓶霜里面你会看到它会有四种玫瑰，它特有的玫瑰叫做巴卡拉黑玫瑰，然后再加上维他命 B5， 所以它来做到紧致抗老。再来亮白的部分加上大马士革玫瑰，然后再加上珊瑚绒，还有保加利亚玫瑰，它里面还加了玻尿酸，还有植物性的角鲨烷，这个是把保湿拉到一个极致的状态，再加上鸢尾花，那个保湿立即提升，然后最后帮你做修护，这也是我个人最爱。里面添加什么？法国的千叶玫瑰、月见草，还有海洋性的胶原蛋白，让你整个皮肤蓬润。哇，特别是它一抹即水。所谓一抹即水，就是它的剂型是霜，可是它一抹在你的手，立即化成精华液，让你皮肤立即吸收就崩弹。